你看，对今年的 DHR 预估也没有，连日本网站的那个电波观测数值也没有，连观测都懒得观测，所以基本上这类流星雨是看不太到的。DHR 等于，我有看过一个网站，它写 DHR 等于1，我叫它做看不到流星的流星雨。